二三零说脂肪酸经小肠绒毛吸收，好，这是脂溶性养分。它吸收之后，第一个接触器官是谁呢？我们念一遍顺序就知道答案了。好，它是脂溶性养分，由小肠上皮细胞得到之后，转变成乳糜小球，透过胞兔作用送到绒毛腔里，由绒毛腔的乳糜管吸收，而乳糜管属于微小的微淋管，它就会把它送到比较大一点的淋巴管，而淋巴管就汇集到胸部最大的淋巴管，叫胸管，而胸管呢就汇入到左锁骨下静脉，左锁骨下静脉，然后就汇入上腔静脉，就由右心房回到心脏了。所以它第一个到达的器官就是心，所以答案是心脏。脂溶性养分直接回心，水溶性养分先到肝再到心，透过肝门静脉到肝，由肝静脉下腔静脉回心。好，所以这里问的是脂溶性养分，第一个到达的器官是心脏。好，23题。